大家好，我是小胖。我是大胖。牛肉饼店忙了将近一个月啊，现在终于把事情捋顺多了，操作都熟练了。然后我爸妈现在每天通勤是个问题呀，太累了，起早贪黑的。所以我跟大胖打算在富川给他们租个房子。我家大胖说的让他们在我家住啊，这样也方便嘛。但是我爸妈不来，所以我们还是给他们租个房子吧，离牛肉饼店近的地方呗。안녕하세요네예괜찮아요뭐뭐보시게그시장근처로그물세집좀찾고싶은데시장근처로네네나온디요북부역이면될거예요아북부역에는큰시장은없고네이마트이용하는게좋아요아시장말고월세찾고있어요아월세네네월세를두분있으시게아니저희어머님아버님아그러면짐이좀있으시겠는데요아예별로없어요별로없어요네그냥여기서잠만자고아엄마잠만자고네네그럼옵션있어야될까요是不是里边该有的东西都得有对呀네네옵션있어야되고이사날짜는언제부터가능越快越好빠를수록좋아요짐별로없고제잠만주무실거죠네네아그러면저쪽에하나있고보증금은최대한적을수록좋아요300정도돼요네네300그러면지금오늘며칠24일날나온거하나있어요네네今天22号对二十四号有一个房子出来，300에거의33인가34好像，嗯，那也挺便宜是吧？不知道多大，咱们得去看看房子嘛。是。깔끔하고네가격저렴한데가300에33관리비50,000관리비그정도면괜찮으시겠어요방몇평이죠방하나예요이거够吗그리고이제복층으로된게하나네천에45짜리좀크고천에서가격대를말씀해주시면제가거기에맞는걸추천해드릴게요이정도면될까요네그밥한번봐도돼요그러니까가격대를얼마선까지보시겠다얘기해주시면그러면你得告诉他要大概多少价位34和那个45的그두개다볼수있을까요두개다네그래요가요가요응바로가요두개가요두개봅시다네아메인메이거왜찍어어올리려고是不是这个旧楼啊？是，这是发布。哈哈，我以为这个旧楼呢。几楼啊？顶楼了，那就是吧。这个是多少钱呢？1045啊。嗯，这个保证金有点高啊，是不？先看看吧。这여기는한번공유해요네짐은위에다신발넣어둬야돼요네네看来挺干净的是吧집갈지요네짐은없어요아어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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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어매트리스넣고네여기가창문이있고이게不好不好是不
我还没看上面呢。不好，哦，太矮了那上面。换一家。走吧。这个离市场也稍微远一点。是。这是个拍的，无泥，一个墙泥也蛮强，它怎么样？不行，这个保证金多1000万，50万的话有点高啊，是不是？然后离市场还远。是。再看换一家。这块还行，离市场近是不？但是就是唯一不好的是半地下。半地下啥意思？就是稍微往下下去一点。啊，那潮不潮啊？那肯定比楼上那个地方是潮点的。啊，这个哦，那这属于一楼啊。那进去看看。看韩国这小楼，这块全是旧楼啊。啊，从这进，哎呀，有人呢里边。我看着就像潮似的。啊，有人住现在。刚才敲错门了，敲对面那家去了。嗯。这潮吧，你看这个地。潮，那里边都长毛了。嗯，那不行，走吧。这个不行啊，太潮了。这中介的人都说不行，说那下面不都潮了吗？嗯，那个就是说明下面的头一轮漏水了。嗯，然后那房子漏水。那咱们现在去南部得了。我来韩国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所有干中介所的人都瘦，因为他每天都看房子，来回走道走挺远的。媳妇儿，你也干中介得了，这来回运动啊，减肥吗？那气喘的我，走不动道儿。这才看两个房子，走半天呢。热。不动产啥咱 Peter 还有啊，不动产你个 Peter 还是干不动嘎气哥来啊，嘎气哥的嘎嘛减肥呀、啊、我这韩语呀、啊、说的半斤八两说不明白，这是真锻炼呢。现在我们准备去南部了，我俩这胖子在后边跟着走路都跟不上趟啊，走可快了，给我整冒汗了。这又走这胡同里了呢。一楼啊，嗯，哎，西门西门，匆匆的人呐，打着他的灯，西门西门可能走了。咱们客人，哎呦，这个挺大呀。哎，等一下。咱们客人。啊，在这块做饭呗。还行，这屋也行。我看看，这有个洗手间，这有个小屋，哎，这个行啊。那也不能省，也放大一点。没有空调啊？他给装空调不？问问。自己装多了。自己装得多钱？这房子多钱啊？现在？530。那便宜啊。是。这离菜市场远不？不远，近。刚才看那几个都近。那这个太大了，等冬天去哪儿是个问题呀、啊。贵呀、啊，是不？行，以前我们在庐江金住的就跟这个房子差不多大，还行。你庐江金那个可没这个大。咱家我们家那个就是因为中间有个湖，房间那就差不多。嗯，
这能不能炒啥的？还行，这是一楼。嗯，还行是吧？我瞅着也还行。从这走路到菜市场得多长时间？5分钟到7分钟。嗯，不远。那挺好的。是，这还行吗？530，还真不贵是吧？不贵，我的不贵，我经常去那个不乐的你，平常不都去过吗？这水啥的好使不？啊。哎，行，我感觉行。唯一不好的就是没有空调，到时候给他们装个空调吧，是不是？你坐那块看好不好使，媳妇儿。那就定这个呀。我都看了，咋样？从电视啥的，从家里都搬过来呗。嗯，电视没必要，就把空调整就行。他们看那个手机，那就安一个。嗯，那回家吧，跟他们报道去。停车咋整啊，媳妇儿？这个停车就在随便自己在一道边停一个。那不行啊。后边车太细了，扫的这个，车过了扫的这个。啊，这块都可以用啊。哎呀，那好啊。洗衣服得搁这儿洗。嗯。这院子就是自己的呗。是不？二楼。嗯，就这个空间是自己的，不是个亲儿。这个是房东啊？不是，这也是中介，他就介绍给他。嗯。他们都是联合的。嗯。咋样？我看还行，回家让我妈看看视频啥的。买饼。咋卖的，妈？你给我装一个饼吧，给这个房屋中介尝尝，找着房子了，他人可好了，妈。啊，我的哦妈阿巴姐，啊，南部，啊，在南部找的，不远，咋四百哟？哎呦，唐山吗？让韩国人也尝尝咱们中国的美食，啊，从这走着5分钟就到了。啊，嗯，咋四百哟？아내들다가요아이런걸처음먹어보네아괜찮아요네맛있어요 니们吃饭没엄마아오늘깜짝이야니집은쌤요런면먹었어아等会儿我回家换套衣服然后回来接着帮你们忙啊你们吃饭了吗没有啊妈，阿姨还没了。啊。我这还没了。那行，不着急。你们忙不？我忙，你剪头了。哎呀，看着帅没帅呀？帅呀，帅！我才说呢。行了，我回家换衣服去啊。等会儿我就过来了。이전2년은됐어요